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精选。有时候我们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在一个单人格里面，如何将它们分开呢？当然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复制粘贴，但是这样非常麻烦。其实我们只需要用的抗阻加毅力法却非常简单了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下。首先我们把姓名复制过来，然后点击下面一个单人格抗阻加一，那么所有的姓名就分离开了。同样的，把电话号码复制过来，点击下面一个单元格抗阻加一，那么电话号码也全部复制开来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快呢？好，大家学会了没有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好看视频，轻松有收获。